听，感谢你来替我解围，方才我伫咧蒙蔽的所在，看了真正清楚，这个黄金宝都是我的。哦，你希望你当不归原主。小等下，我来问一下你啊。我叫白云。哦，白云小姐，你嘛有看到我为这两年才拍个大官死二点子，啊，为要讲倒转来用这条性命交换这张物件。啊，要甲你讨论，遐尔简单，啊，要退去嘛，无啦，人家为难哦。结果，但是，别计数，结婚，就爱给我一个条件，安尼唔只啊，我就拍拼有路用。黄金宝刀对我来讲真正重要，好，你开出条件，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到底什么条件？我有要跟你讲，我闽南家行，只要你真正听，听我讲啥，漂亮你一人。我就想他，等你回来，唔单单听首歌。